太坑了！今天我要和阿鳖去泰国，结果帽子不让阿鳖去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吴陈教授。今天我来了一趟泰国清迈，泰国机场海关这边非常的方便，到处都有中文指示牌。哎，这个就已经出了海关了吗？这个大门就在这里，这么快啊！有一个粉丝朋友要来给我接机，我发了信息给他，和他取得了联系，他现在正堵车在路上。我现在的位置是11号出口，本来阿鳖是要和我一起过来的啊，但是我们两次去机场都没有买到票，我们被叫到帽子那里询问情况，是不允许阿鳖跟一个外国人一起出来啊，除非有结婚证件。然后我们也是没有经验，当初没有分开买票，因为是第一次来清迈啊，还有是外国人护照，所以在国内的平台啊买票也不是很方便，然后又怕买错航班信息，还有就是就算买到票了，分开走的话，他一个人也不一定允许他出国，因为他是新护照啊，还没有使用过的，所以阿鳖是非常的遗憾，因为他非常的希望到泰国来看一看的，他到泰国来的兴趣比我还大。我们在机场没有买到票，还差点给帽子挖了个坑进去了。买票人员他先把阿鳖带到那个帽子的办公室，他说要征求一下帽子的意见，然后帽子说我们是不是两公婆，阿鳖说还不是，只是男女朋友。再后来买票人员又把我叫进去，他问我们是不是男女朋友，我说不是，坚决否认啊。但是工作人员说阿鳖刚才已经承认了，我说老挝人认为打电话发个信息就是男女朋友了啊，但是中国人的标准是不是。然后帽子还要打电话给阿贝的爸爸妈妈，经过他们的同意也许有可能放行，但是当时没打通。第二天我们再来这个帽子办公室，当时已经换了另外一批帽子，他们直接说不行，不允许阿贝去泰国，所以我只好一个人出来了。这个粉丝兄弟的车已经到了，约我在6号门上车。泰国我是来过两次了，但是清迈是第一次来啊。已经到了6号门了，对，兄弟已经过来了。你好，你好。这个中午啊。嗯，好，谢谢，拉了两个兄弟。你就自己过来是吧？我一个人过来，那个阿鳖过不来。本来要是叫阿鳖你傻一起过来就好了。对啊，他过不来。其实他们两个单独走，你单独走就 OK 了。也不行，他们白新护照也不让走。哦，他们没办以前。如果是经常有这个，出入境记录，这可以走的。哦。他是还没有盖过章的。哦。都不让走。那一直不让走，那怎么办啊？那吃着也有。阿贝很想来，好想来玩的。有两个美女在网上联系的。我叫他过来吃饭，看他来不来啊？是吧？你过来吃饭吗？泰国妹子。对。这你刚刚早几天买的车吗？对啊。我就这个车。这个车我就说开到老挝比较好。嗯。对吧？这边哦，你们这边是右方向的车。对。那其实一样，和你们那边。开习惯了一样吗？哦，方向不一样。这走路不习惯。对。什么事情政府管的比较多一点是吧？嗯。什么有一个人他要出去不出去，什么警察还会管啊？对啊，笑话。他如果我的车里面坐个女的，有可能会引起会麻烦。对呀、啊，特别是跨省的话，像泰国这边哪个管理啊？你像我从那个分沙里回来，八道关卡。嗯，你要是里面坐个女的话，大概率会有麻烦。太不自由。你那个把老百姓搞成什么了？你把老百姓搞成神经病了？他老挝人没事，老挝人之间没事，但是你是外国人，那也不好啊。那哪个人会到你那个地方投资？哪个地方到你那个地方玩啊？你像泰国乱样搞的话，那泰国早就完了。泰国是比较自由啊。对啊，你在这里，那警察对你就挺好。我们到那个边境游玩，那警察检查证件，检查完了还给你送一瓶红牛，是吧？对啊，那好得很。你说我们可以照张相吗？披个肩儿。OK，good， 到那个边防上去，那个开那个，应该是那个军车吧，那个部队的人，我们去都跟他们合影。我觉得肯定还是感觉这个泰国好一点，不然的话我也不回来这里啊。你在这边多久了？我是21年过来的，23年又回去了，回去现在又过来。
泰国这边，那你们是什么签证啊？我是精英签，他现在还没搞，他准备搞个养老签，他要有他的儿子在那个澳大利亚，他准备要到澳大利亚去。哦，我现在就不知道能不能签下来。我的他就叫我签一个，跟他一起到澳大利亚玩。澳大利亚我也要，也认识不少人在澳大利亚。对，就是澳大利亚签证不好签。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吗？对。哇，堵车堵的。这边就是这个交通规则是不适应，适应啊，它是靠左行驶，靠左的，它是一条路，你其实也感觉不到，是吧？哦，它是分开的哦。对啊，大部分地方都分开的。我在开车，看不了你的信息，你过来吃饭吗？你给我发英文，我发了几个泰语，泰语也可以翻译啊。泰语翻译我就麻烦啊，有些英文我能看懂啊。哦，我就看不了。他在微信上是可以翻译，他是用的微信吗？不是不是，奈呀，他们没有微信，他只有奈。奈呀，哦，老挝那边用奈用的少，都是用 WhatsApp。WhatsApp。啊。哦。我们平时跟老挝人就是用 WhatsApp。然后他们用 Facebook。Facebook 对 ，Facebook 的真正的联系发信息都是 WhatsApp。Facebook 是发朋友圈。这你感觉这个泰国和老挝区别大不大？这个是城市的感觉，那边是乡村茅房啊。泰国也是，除了曼谷都是农村。但是它这个怎么样？它也没什么高楼哦。没高楼，没高楼。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治安非常好。我在这里几年没有看见过人吵架。啊、你说打架什么偷东西就更加不会了，没事没这回事。我也在网上看过。这个泰国人他本来打泰拳哦，他是很凶狠的，但是他平时都是很温文尔雅的，但是一到擂台上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我把那个钱放了一万多泰铢在那个摩托车上，然后那个门没关，然后就放在路边上放了一天一夜，就还在。哦，然后我们在那个海滩上洗澡嘛，那个手机啊衣服啊都扔在海滩上。还有挺摩托，一般很多人不抽钥匙。啊、哦，嘿，它这边是一条这个什么人工小河是吗？这个是古城。护城河。护城河，像以前我们古代一样的吗？对对对，这等于这个清迈以前是一个国王，它是另外一个国家。这边泰国这边有很多古迹的，啊、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这个就是他们的国王，这个是网上谁都能看到。对对对，这国王。我还记得他登基的时候，登基的花了几千呀，搭个菜豪华太壮观了。登基的时候，他就很多人就说他父亲很好。嗯，对对对，你看这车，你看他都会让。啊，这边那个普吉岛、曼谷还有那个芭提雅也不会让，那边车更多，那个人更多，就很拥挤。哦，就有点商业化很浓，这清迈就好像商业化不是很浓吧。老百姓就不慌不忙的，在这里养老还是 OK。嗯，东南亚应该都适合，生活节奏比较慢。对，我到那个万象待了三天，哎，感觉不好。去年吧，22年吧，应该是22年。我是21年到了那个普吉岛，22年在这清迈待了一年。它这个护城河，它这个河里面的水，它有那个清的时候吗？全部是那种黄的吗？浑浊的吗？它我估计这个生活污水和那这个水就没分开，我估计是。它有没有这个流动的活水啊？它可能能放水进来，但是我估计要花钱。就是那个泼水节的时候很清亮，那时候都不行。泼水节的时候，那要把那个水换掉，因为人要在里面打水来泼嘛。哦。然后消防车啊什么都开上街，还有那个水公司的车也会开上街跟大家供水。哦，也有很多老百姓把水搞来这里，你要水的话给你加。还有些人搞那个冰块搞来这里放着，你去加水的话他就要问你要不要冰水啊，要不要加冰啊。加着冰打着来刺激一点。泰国这边买车可以落户到国外外国人的名下是吧？嗯，你要有长期签证。这买土地买房子不行。买土地不行，买房子可以，就买别墅不行，买那个公寓可以。可以都落户到外国人名下吗？对呀、啊。这边房价高不高？不高啊，这边房价不高。多少钱？大概什么价位？这边就是买别墅划算，但是外国人不准买。买别墅的话也不便宜，好一点的地方像清迈，要10000泰铢一平。10000泰铢就是大概是现在是？1万人民币一平。1万人民币啊？对对对。我说1万泰铢了。1万人民币。1万100多个平方，平方也100多万。100多万，
因为这清迈是大城市啊，是它的第二大城市。你说到偏远的地方去，可能就便宜了。那什么省里面，他们这价是，外国人他也可以买呀、啊，可以，公寓可以。公寓啊、哦，他以前是只外国人只能买49%，泰国人自己要持有51%。你看这美女挺漂亮吧？哪个？这个骑摩托嘛。哦，那后面那个生态的美女，前面的。生态美女，就是这个露出手臂的这个是吧？不是，我是前面的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旅游的，这个可能是中国人还是什么？我以前有这个泰国的朋友去老挝玩，他们说这个在泰国搭讪妹子难度很大，他说不低哦。不是那么复杂，就是可能真的你要找的好的可能不好找。你像我们这个年纪，我们肯定想去找的都是20多岁的妹子啊，对吧？啊、嗯，你说找一个30-40岁的，那个是肯定秒杀。但是我们肯定不喜欢啊。这个欧美国家的老外好像就不是特别在意，他们觉得年龄大一点没事儿，还有那个审美观念也不一样。是我好像看到我们中国人大的美女全部是美女啊、哦，大的妹子，好像欧美人大的就是很多是大妈，对。但是他们觉得年龄大点没事啊。这个楼都是低层的哦，两三层楼的。对对对，他们这边不喜欢房子高层。好像欧洲也是这样，那些老房子都是3层、4层、5层的。中国基建强国。啊，这个泰国的小型的公交车。老挝也是这个车是吧？啊，对，但是老挝这个颜色不一样，老挝是蓝色的。双条车。它这个是刷成红色的。里面是两排座位。对对对，这边离芭提雅有多远？芭提雅1000公里。1000公里啊、嗯？离那个普吉岛呢？接近2000。2000公里啊、嗯？哇，那个是太远了。你想到那个芭提雅转一圈是吧？没有，可以、啊，没必要，这么远。这边你说的离那个美索县呢？美索有五六百。也有500-600公里，对，离曼谷也是有600公里是吧？曼谷的话也是六七百吧。泰国这边它不是叫一个省一个省，它是叫一个府啊，还有多少个府？好像是77个还是多少？77个好像。它这个府就估计等于我们一个县吧，人都土地还是大，那人不多，它土地挺。它可能不相当于县，可能也是省级行政单位。它就是省啊，就是省得一个省城就等于我们那边一个县那么大。哦，那个是。他人不多，但是他那个地盘大，像这个清迈，他这个摊子很大的铺的。他们这边都只有这个三级行政单位。对对对。然后就首先，他就是省、县还有村。对对对。我们那边还有市，还有镇。对。其他国家都是三级政府啊。其他美国也是三级吗？对对对。嗯，倒是。啊，我们现在去吃饭，泰国清迈。嗯，泰国的餐厅。泰国美女，她自己过来吗？啊，她自己过来。那里面都可以坐。嗯，我们现在坐里面来了。嗯，我们看一下菜单啊，泰国餐，这个是在酒店的服务员，我们在点餐。嗯，这个椰子已经加工好了。啊，这个泰国菜啊，这朋友的小孩今年下半年去澳大利亚上学上高中，他哥也在澳大利亚。你大儿子在澳大利亚是工作了还是在上学？边工作边上学。哦，猪蹄吧、嗯、没事，我自己来。那你看，你不要这么忙。那两个美女约出来了吗？他和他们认识了，他们在个商场等我们，在商场啊！你看他们这个泰国的鱼是这样炸出来的，这个有点像罗非鱼啊，估计是。我来试一下泰国的空心菜，这和中国炒出来的没区别啊。是。那泰国喜欢吃油炸的东西。对对对。这个猪大肠也是油炸出来的。对对对。啊，这个炸的干巴巴的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。尝一下吧。好吃吧？嗯，还可以。还蘸点酱。我在国内我都不怎么吃这个、啊、中国内的啊。